艾多美的网上购物商城即将正式上线，让我们再一次细数即将上市的产品吧。初期，我们即将上市70余款产品，品类广泛，涉及到护肤、彩妆、个人护理、生活居家以及食品和辅销品。其中，护肤品系列，我们上市了5套产品系列和一些补充单品，其中包含创造10年销售佳绩的艾多美基础护肤6件套，这是艾多美非常经典的一套系列。护肤6件套当中的精华液，在2012年获得了韩国最高产品技术奖蒋英石奖。蒋英石奖是韩国科技界最高荣誉的奖项。这一次，艾多美基础护肤6件套全新升级后，让经典继续在艾多美中国延续。我们还有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进行销售的艾诗洛特真颜系列，这套产品可以说是艾多美21世纪皮肤科学的结晶，通过6大科技安抚岁月痕迹。艾多美洁面护肤4件套，相信大家也不陌生，它是居家护理的全系列产品，可以非常周到的帮助我们深层清洁，做好周护理。另外还有源于自然中获取的补水能量，为肌肤带来清新水润的保湿3件套。当然不能忘记了关爱男士的肌肤呵护，男士精华3件套用简洁清爽的护肤方案打造充满能量的肌肤。当然了，面膜也不能少，第四代保湿凝胶面膜富含5种草本成分，几乎完美的贴合面部肌肤。泡沫绵密的洁面慕斯温和洁面，当然还有有效阻隔紫外线的防晒乳。缤纷的彩妆当然也不能错过。有花样口红、眼影、腮红、修容粉、染眉膏2款睫毛膏和润唇膏，而且2020年下半年我们还陆续会上市更多的彩妆。个人护理系列，我们上市了会员非常喜爱的护发精油、护体乳、护手霜以及口腔护理产品，其中艾多美的牙刷和牙膏也是久负盛名，艾多美中国当然少不了它们。其中包含了清香型牙膏的2种规格，居家旅行两者不可缺。为了您的幸福生活，爱多美在不断努力为您提供优质的产品，其中也包含了生活居家类的产品。我们采用了从甘蔗叶中提取的甘蔗蜜糖制成安全产品，我们推出了爱多美环保产品系列，用植物原料代替化工原料，使用更安心。同时能够减少碳排放，对环境保护献出我们的一份力量。我们还推出了天然纯棉卫生巾系列，采用进口纯棉表层，独特 YY 芯设计，再加上日本进口吸水珠珠系数，让每时每刻都更安心。我们希望您的每一天都是健康的，从生活习惯到健康饮食。爱多美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，为大家提供了 Hammer Him 爱多美焕丽饮、红参丹以及鱼油软胶囊。我们也进口了益生菌粉、普洱茶固体饮料，特别适合快节奏的生活给我们带来肠胃压力的你。还有2款甄选阿拉比卡咖啡豆的咖啡产品系列，品尝一杯浓香咖啡的同时，开启一天美好的心情。听完我的介绍，是不是迫不及待的要去商城选购产品了呢？别着急，听我介绍完下面的内容。近期接到会员朋友们的询问，购买爱多美产品免邮吗？都有哪些地方可以配送呢？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一来解答。爱多美的会员在爱多美商城购买购物时，订单金额小于299元将收取15元的运费；当订单金额大于等于299元，小于490元，我们将收取10元的运费；当订单金额大于等于490元时，将享受免邮。另外呢，我们将实现全国境内无盲区配送，送达区域将不做偏远地区的划分，无论你在哪个区域都适用统一的运费标准。同时，爱多美跨境全球购的商品也将和一般商城的商品一样，享受同等的包邮政策。刚才听完我们的包邮政策以后，相信大家还会好奇，那么我购买完产品后是否能退换货呢？我该如何进行退换货呢？那么现在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退换货制度。首先呢，我们接受会员朋友们的退换货，但是有几个前提条件。第一，
申请退换货的商品需要未经开封，可进行二次销售。第二个条件，需要你在购买商品发货后30天内提出申请退换货。如果逾期或商品包装不符合公司要求的话，公司将不予受理。当然，如果会员朋友们收到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，公司也一定会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承担退货、更换、维修等责任，这点请大家放心。最后，因跨境全球购商品的独特性，公司将不支持非质量问题退换货。但是，当大家在收到我们派送的包裹时，发现有异常，比如说产品数量和订单数量不符合等情况，也可以及时联系我们的客服中心进行申请处理。购买全球购商品时，还有一些需要特别的注意事项，请大家在此一定要认真听我讲解。第一，我们销售的全球购商品为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，等同于境外购买，商品无中文标签，您可以通过购物网站上商品详情页查看相关产品介绍，或者联系客服进行了解。第二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，全球购商品仅限个人自用，不得进行再次销售。第三，全球购商品符合原产地有关质量、安全、卫生、环保、标识等标准或技术规范要求，可能与我国的标准有所不同，由此可能会产生的危害、损伤或者其他风险，将由我们的会员朋友自行承担。全球购商品的购买还需要满足以下条件方可购买，也请我们的会员朋友们一定提前了解。首先是，只有拥有中国二代身份证的中国人才可以购买全球购商品，我们的外国会员朋友们将无资格购买。另外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，购买全球购商品时，需要订购人、支付人、收件人须为同一人且实名认证，方可成功购买。并且购买全球购商品应享受国家的减免税政策，所以购买是有额度限制的，单次购买限额5000元，年度购买限额26000元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的会员一定也会有疑问，那么我怎么知道我今年买了多少额度呢？我还有多少额度可以用呢？我们会在购物官网上给大家提示海关个人额度官方查询网址链接，可查询购买人的可使用限额。为防止您限额超出造成无法成功购买的情况，建议大家在购买前登录以下海关个人额度官网查询网址，先查询购买人的可使用限额，并在使用限额内进行购买。以上呢，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关于艾多美物流政策的全部内容。希望会员朋友们可以通过我的介绍，更清楚地了解艾多美购物的注意事项，以及我们相关的物流政策内容。未来，艾多美产品品类会越来越丰富，我们的会员朋友也可以足不出户就能使用到优品良价的产品，轻松采购全球好物，生活更加精彩纷呈。祝大家在艾多美购物商城中购物愉快，